有人举报高志宏侵占黄板购买黄金，违反国家总动员法之禁止买卖黄金条例。天就这样走。走，找啥？换我管了。反正哦，那这其中你就什么误会啦？是啊，伊甲我讲，那五十年上少嘛无六档。啊，真正乖乖六档就准拄煞。我是惊讲啊水军哦，会创甲你一世人无法度出来。我看还是先避风头，我有法度安排你坐汤啊。哈？坐汤啊？还是要去台？日本。哎，我走。我少年的囡仔，我拢爱耍走。志宏的亲戚、姑仔、朋友、伯仔，拢叫用定条条的。啊，到时若是安排好势，啥物人要通知少年？啊，佮有啥物人会当做保镖啊？我来，大家拢叫我当公的，当公的唔捌代志，因袂提防我。你敢会当？这机会敢若一摆尔？我会当。来哦，来买金酒罐哦，好食的金酒罐。少年的，我想要买金酒罐，啊，敢会当叫？好啊。小华，安尼，就安尼，安尼偌济？5元。5元哟。来，5元给你。多谢，好食才过来哦。阿母啊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江水坤伊，伊讲的遐好听话，拢是咧甲我骗的。伊的心内根本就无我，伊爱的人一直拢是秀玉，我想要甲安慰，伊就去拼命啊！伊哪会当安尼？我真正是讲到要白笑啊！莫哭啦，秀秀，你莫甲我蒙啦，我不等你安尼对待我，我感觉我的身躯就垃圾的。你爸在我的心目中。你永远是上好、上水阿官，伊会欢呼5230，你讲过去严重，我爱上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踮伫遮等你回来，等你爱着我。今日下晡，秀莲带囡仔去江寮甲志宏会合。3点的时阵，因会为金石湾坐趟出去。Yeah.
代志啊啦！哎呦喂！安怎啦？阿东，安怎你袂紧讲？你啊，天天突突啊！志宏跳落海，要想要船顶啊！今天要开船咧，结果志宏向撞出来，去申请志啦！志宏，阿咩啊你啦？志宏是走有你啦，啊，不过志宏跑落海，叫海燕家己啊！麻烦您去尴尬，把阿官抓回来。